走远了。哎呀，都走了，都走了。我猜桃子。狼，羊，狼。狼，羊，狼。三个字。沈腾哥你好帅啊，没有问题，就这样。四个字，我看到了。哪里不习惯啊，简直我都要爆炸了，这么多相像的数字，相像的名字，和顺号和发号和星号和谐号，哎，芊芊你知不知道我简直要崩溃了，哎呀我不行了。 Oh no。 你喜欢穿有洞的裤子有三个理由：凉快、便宜、实惠、性感。是说完了。我在练习发音啊，我呃一五一。你说出去玩，出去玩就出去玩啊！别的同学都有父母陪着，你呢？一天就知道工作，你有陪过我吗？我学习也不是为了个好成绩吗？你怎么当爸爸的？儿臣已经成长了，如果再让母后摄政的话，会遭天下人耻笑的。来不及了，就现在，你杀了我，所有信息都不会撇清到你身上，在我这里就断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杀你？你自己想想，我们卧底这么多年为了什么？不就为了揭发他们的罪行吗？你现在杀了我，为了组织，为了我们的任务，现在你就杀了我。我一直想着你把我带大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，永远都忘不了。父亲当时满身是血躺在我面前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孩子。我会坚定走下去。